我是艾莉，艾莉今天带来了啾啾小猪佩奇蔬菜饼干，那么我们一起开始打开吧。小朋友们，这个呢我昨天亲自去超市里买了这个饼干了，这个大概是15块钱了吧，应该是啊。那么我们快点开始打开一下吧。啦啦啦啊哦，来来来来，一二三，哦，还有吗？哇，这么多呀！这里面呢，一共有7个饼干。然后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是芝士啊。这个一会儿艾莉在冰箱门里要贴一下好了，呵呵，好可爱呀。OK， 然后呢，一共有7个，那就要尝一尝。咻！哦，有吗？哇，全都不一样嘞！哦，好多呢，好多，要尝一尝。嗯，好吃啊！哦，这个真的好吃。嗯，那个是不一样的味道吗？嗯。嗯，全都是一样的味道。嗯，小朋友们，这个好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我想这个跟牛奶一起吃更好吃，感觉哦。嗯，看看这里面有血呀，再看。小猪佩奇蔬菜饼干里有它，还有它，它，还有这样4个小朋友的。好了好了，这是都看好了。朋友们，对不起，我艾莉都要吃掉你们了。啊，太好吃了这个。嗯，好像是这个里头还有什么？嗯，要坚持标志。那么艾莉，拿这个剪子来剪一下这个吧。赞哦，哇哈哈，有小猪佩奇一家人啦。当当当当，拿这个来开始画画吧。啊，这个也要剪子，那先画一下吧。那艾莉现在开始一边吃饼干一边画画啦。怎么办？就真的好吃啊。我开始画完了。好，在这里。OK。 哦，不过我觉得先把这里全都要剪一下后再开始涂画吧。哦，好啦，哦，这样就都剪好了。哦，好漂亮哦。那开始画。好了好了，朋友们，艾莉终于完成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，朋友们，涂得不错吧，艾莉？艾莉喜欢。OK， 哦，
然后呢，这个是差不多好了，一起给朋友去吧。这个是一会儿艾莉回来吃。朋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玩的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。再见。